啊，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请大家发菩提心。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们发心一定要成佛。成了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那为了成佛，我们今天闻思啊，然后就是静静的修心，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这个色生敌啊当中的这个灭敌。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轮回方面的因和果啊，轮回方面的因就是这个极敌，过就是枯地啊，这两个都讲过了。那通过这个轮回的方面的两个因和果啊，让我们了解这个轮回的真相啊，轮回是怎样产生的。产生轮回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因缘啊，主要的这个因素是什么。这些都我们了解了。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通过第一个啊，就是枯的这个枯敌啊，通过第一个生敌啊，让我们了解了这个轮回的痛苦，还有就是在轮回当中的这些所有的所谓的幸福啊等等，也都是无常的。这些都了解了。那了解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就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念头会出现呢？第三个就是，那么既然轮回是一个这样子的无常不可考，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智门的这个痛苦还有一个呢，这里面呢都是一些虚幻的东西。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一直都就在这个虚幻，就徘徊在这个虚幻的这个世界当中这样子一直都是恶性循环那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到底这个轮回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我们值得这个追求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想到这个解脱这个时候就想到解脱。比如说一个人这个生病了他也感受到这个疾病的生病的这个痛苦，亲身感受到了，体会到了然后也知道了这个病的这个这个来源也就知道了然后通过这个了解病的这个疾病的来源，也就发现了这个病是可以治的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因为这个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所有的这个轮啊这个苦地的最根本的最根本的这个这个来源因素就是无明那无明是可以推翻的可以断除的这样子以后呢，就知道这个也是可以断除的这个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那我就要成这个要解脱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那我要这个健康他第一个感到这个生病是很痛苦的第二个呢他也知道了这个病是可以治的那既然都可以治这样子的话，那我为什么不治呢那我要一定要健康，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对健康的这个追求但是呢有些人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是生下来的时候都是一个得一个先天性的病然后24小时都是以这个病折腾从来都没有过这个健康的时候一分钟，哪怕是一分钟一秒钟都没有健康过的话，那么这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肩扛是什么，根本就不知道肩扛是什么，他只知道这个生病啊，生病是很痛苦的，他只知道这个生病是很痛苦的啊，但是呢，根本不知道肩扛啊是什么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啊，这个人啊，很有可能啊，非常的绝望啊，啊，非常绝望啊，然后就不想活了啊。啊，为什么不想活呢？因为他的这个生活哦，就是这么痛苦啊。然后呢，这个病啊也没有办法治了啊。那他就是有生之年也就啊只有这样子忍受这个痛苦，不会有啊不可能有什么幸福的时候，所以他就不想活了啊，不想活了啊，就会选择像安乐死呀啊国外的一些方法啊等等。去回他会选择这样子的路，同样的，这是一个举一个例子啊。同样的啊，我要说明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人啊，就是不知道这个解脱啊，不知道解脱啊。就像刚才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生病了，根本就不知道健康是什么，对健康根本就没有什么啊，概念啊，同样的啊，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绝大多数的生命啊，啊，那其他生命就更不用说了。人类当中，也就是啊，绝大多数的人啊，都不知道真正的解脱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啊。那么痛苦呢，就知道啊，因为这个轮回当中啊，大家都已经经历了啊，就是在这一生当中也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那知道这个是痛苦的，但是呢不知道啊，这个就可以消灭这个所有的痛苦，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解脱啊，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啊，对解脱啊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解脱是什么。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这个人啊，因为他一直都是很痛苦，没有什么希望啊，他没有什么希望，绝望了，然后就想死啊，不想活，也不想去治病，那就是跟这个一样的道理是。就像我们啊，很多就是没有不知道这个可以追求解脱的啊，不知道解脱是什么的很多人啊，那就因为承受不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物质的这个条件啊，空前的这个发达啊。就是有史以来物质啊方面呢，就是一个最发展的这个时代啊。但是呢，这物质生活啊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物质的这个物质生活的要求越高啊，要求越高，就对我们的这个压力是越大的。那么这个压力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能够承受的一个界限啊，只要没有超过这个界限啊，人非常人虽然是累，虽然是痛苦，但是呢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这个活得下去。一旦这个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呢啊，人的心神没有能力去接受你承受啊这么大的这个压力。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没有找到啊真正的这个幸福啊。原来是没有钱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有钱就会很幸福的。然后后来如果真正有了钱的话，那就是钱也不能带来幸福啊。这个时候呢，不知道啊什么东西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这个时候就找不到这个幸福啊。然后解脱呢也不知道啊，生活当中呢也没有找到这个真正的幸福啊。那这个时候呢，刚才这种病人呢，他就是选择这个安乐死一样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啊就心里啊内心
非常的空虚啊，非常的空虚啊，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病啊，越来越多啊，然后就是焦虑、抑郁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个病啊，然后这些病来折腾啊。这个所有人啊，本来我们的比如说环境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饮食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啊，都已经够多了啊。那在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个性的是什么，就是在精神上的啊，精神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疾病。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人就照不到这个生活当中的真正的这个幸福啊，很多人啊，物质生活或者是这个各方面的条件相当不错的人当中啊，有很多人都啊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啊，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就对自己失去信心，不想活啊，有很多这种人，而且啊，这种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啊，在这个时候呢啊，就人就没有啊，没有看到这个一个可以追求的东西的时候呢啊，然后呢就去这个啊，去这个走一些极端的路呀啊等等都有可能了啊，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去吸毒、犯罪。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情况都会发生的。那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时候呢大家要知道这个解脱这个轮回它本身就是这样子有钱的时候也不幸福，没钱的时候呢也不幸福，它本身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事实这个就是事实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么有没有一个其他的追求，难道真的我们的生存是义务，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吗也不是如果我们这个去追求的话，那还有一些可以追求的东西这是什么这个灭定解脱解脱那解脱是什么样子呢真正最后的解脱是要自己去这个体会佛就简单的告诉我们了最后自己去体会比如说这个生下来的时候就生病的这个一直从来根本就对健康没有概念的这个人然后有人告诉他有人告诉他你就是不要这么这个绝望不要选择这条路，还是去治病治病的话那就可以这个健康可以获得健康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根本不知道健康什么是健康呢那这个人就告诉他健康你现在没有办法你现在因为你没有这个感受过这个人健康时候的这个滋味你没有亲身这个经历过所以这个是自己要这个感受的，这跟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告诉你但是呢你就去治病看病这个吃药，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慢慢会这个康复一定会这个最后你一定会这个获得健康就这个是一个比喻同样的是说佛告诉我们你们在轮回当中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可以追求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生命呢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这个追求的有可以追求什么呢，可以追求解脱可以追求解脱。那解脱是什么样子呢解脱就是最终的解脱用语言来表达那也是很难的但是呢你就通过佛给我们的教给我们的这种方法去修行去训练训练心力，这样子的话那你一定会一定会就感受到这个健康一样，一定会这个获得这个解脱一定会获得解脱。
这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有兴趣了然后呢，他知道原来他以前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叫做健康，他不知道，他以为就是这么一直都是很大家都是这么痛苦的，但是他知道现在有一个叫做这个健康，这个是吃药才能够健康，那个人就有希望了然后呢就去追求这个健康吃药这个时候最后就得到这个健康那这个健康是四圣谛当中的这个灭定赤窑就是四圣谛当中的道谛道谛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生病疾病的痛苦生病的这个病的这个来源然后就是健康健康的来源，健康的来源当然是赤窑了这四个就是四圣谛这四个就是四圣谛今天我们讲的是其中的这个第三个这个解脱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就我们虽然大家还没有得解脱，但是呢只要有我要获得解脱，我一定要去希求解脱，我一定要追求解脱只要有这种想法有这个决定决心的话，那就已经有了这个出离心了我们已经开始告别这个轮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还没有这样子的决心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轮回轮回是无始无终没完没了的还要在轮回当中流转多少，这个谁都说不清楚的，非常的可怕有些人呢就有一点点时间的福报比如说现在从目前的状况看工作家庭身体然后就是收入各方面都很不错很不错，那这个时候有些人呢也就感觉到自己很幸福这个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是很幸福的人不能这么说，也有但是呢一定要知道这个能够这种幸福感呢能够持续多久，这个就是一切都是要依赖外缘这个感受并不是自己修出来的，而是一切都是因为外面的这个条件都从目前的情况下就是比较这个理想所以就有这个幸福感。但是呢外面的这些东西呢非常有可能说美就美说贬就贬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这个谁都没有办法保障，一定会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自己感到非常非常觉得非常舒服非常幸福的人也是有可能瞬间就不幸福了都有可能。所以人就千万不要看眼前的就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幸福然后呢就不学佛了，很傲慢了觉得我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为什么还要学呢，我就不学不能这样子认为现在有幸福这是好，这个就是过去的自己的福报可以好好的享受，可以好好的珍惜但是呢不能说因为我有现在的这个幸福，所以我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准备，不能这样，这是一个很愚蠢的这种想法现在有幸福那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才幸福呀？幸福的人是很少的不幸福的人是很多的，而且幸福的人就是越来越少，不幸福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从我们表面上看这个社会这个年代比如说物质的丰富，还有大家的这个饮食健康卫生各方面来说就是应该是大家都是应该是应该感觉到越来越幸福的但是事实就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感觉到痛苦的人就越来越多，感觉到幸福的人就越来越少那么这么
这么多的人啊都觉得痛苦，那我为什么啊少数人为什么幸福呢？啊，这个是有因有缘的，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福报啊，过去的福报啊，这个不是偶然的，这是我自己的过去的福报啊。那我也应该去考虑一下，我以后怎么样去啊，这个继续啊拥有啊这样子的福报啊，或者是更好的啊。这个福报，这个应该去想啊啊！这个如果不去想，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至少人至少也应该有一个追求人天福报的这个追求啊，连人天福报啊都不追求，什么都不追求，只有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所谓幸福呢，也就随时都有可能变化，这个时候是非常的痛苦的啊。那所以这时候呢，人就需要一个追求啊。那有一个追求的话，那这个有一个崇高的这个目标啊，有个这样子追求的话，那就人啊一直都往这个目标啊就追求啊。那这个时候呢，人的心里总是就是啊有一个目标。啊，有一个生存的目标，有一个方向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也不会啊很这个空虚啊。这个也并不是我们为了不空虚，所以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啊，并不是这样子。这个如果真的不会有什么解脱，这是一个暂时的精神上的安慰的话，那也是没有必要的啊。但实际上也不是是可以解脱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追求解脱，我一定要啊去解脱啊。但同时呢啊，我们啊可不可以追求解脱的人，可不可以有钱呢啊？可不可以享受这些时间的福报呢啊？这当然是可以的，原则上都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了啊。就佛要求我们啊。佛教徒啊，在这个佛教徒的生活啊，尽量的低调啊，这个是非常好，少欲知足啊。无论是出家人也好，无论是在家人也好，尽量的这个少欲知足，尽量的这个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呢，尽量的这个低调，这样子是非常好的啊。个人的这个生活越低调啊，就是越好啊。有很多的好处啊，但是呢，也不是啊，佛教徒就是也不是啊，以贫穷为光荣，也不是啊。如果是刻意的去啊过贫穷的日子，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前几天讲的这种傲慢心呢，也有可能从这个地方就产生。比如说，我们把世间的这个啊，世间人所羡慕的金钱啊，然后就是家庭啊，还有就是这个名车名表，什么都放弃了啊，然后就是过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呢，有可能啊，就是有可能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性的执着啊，有性的执着。会诞生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啊？就因为其他人的生活都是很浮躁的啊，大家都是很喜欢金钱的，大家都是拜金主义者啊，唯独我啊才是啊这个很低调的，我很了不起啊，这个我的生活呢比其他人没有富裕，但是呢这个本质不一样啊，本质不一样，这个少欲知足的这个生活啊，就只有我才能够过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其他人不可以啊。如果这样子，又会产生一种傲慢心啊。所以这个傲慢心呢，它不一定来自于这个名牌啊，不一定来自于别墅，不一定来自于名车，它随时都有可能啊。所以。也不是刻意的这样子，如果自己有福报啊，有这个条件啊，也不是不能享受，但是呢啊，尽量的这个低调啊，但是呢啊，最关键的就不是这些了啊，最关键，如果心里啊没有什么这个追求，没有追求解脱的话啊，那这个生活过得再苦也是没有用的啊。如果心里有追求解脱啊，有追求解脱的话啊，那就生活过得好也没有什么不好
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这个趋势都是，这也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追求解脱。嗯，那解脱是什么？那解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题目就是解脱啊。解脱是什么？首先啊，小乘佛教的这个一切忧不啊，小乘佛教的一切忧不呢，他认为解脱是物质啊，解脱就是一种物质啊。解脱怎么是物质呢？啊，比如说啊，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二十三十种这个烦恼啊，三十种这个烦恼啊，有些是啊，在小乘佛教的见到的时候会这个断除啊，有些呢小乘佛教的这个修道的时候会这个断除啊，每一个烦恼断除了以后呢啊，有一个物质啊，不让它再产生啊，有一个物质不让它再，这是像水的堤坝一样啊，水的堤坝一样啊，他认为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物质，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物质挡住的话，那么烦恼啊，虽然是在见到的时候都断除了，但是呢啊，它会有产生的啊，它回头又会产生。嗯，那么它为什么不产生？它解脱了以后呢，为什么永久的这个不产生呢？啊，因为有一个物质啊，因为有一个物质挡住啊，然后阻碍这个它的这个诞生啊，所以他永远啊，永远都是这个不会诞生。嗯，那这个是他的错误的观点啊。这小乘大乘佛教根本就不承认，大乘佛教就说，如果解脱是物质，那就是跟外道是没有差别了啊。这个不是因为有什么阻碍的东西挡住了，而是因为他的因断除了以后，他就不会产生的啊。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物质啊阻碍这个烦恼，而是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些因啊，主要的因就是无明和我执啊，断除了以后呢，他再也不会产生的啊。这是小乘佛一切啊，这个对一切有不的观点。嗯，然后呢，净不啊，小乘佛教的净不，他认为啊，解脱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什么都没有。他认为这个一切忧不的这个是承认解脱是物质，这个他也推翻了，他也不承认啊，他也不承认。但是他说解脱是什么？解脱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解脱把我们的所有的烦恼断除断完了以后呢，然后这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一无所有啊。但是这样子的话，大乘佛教觉得这个是断见，这个就是断见啊。轮回过去就是有轮回，有六道轮回啊，然后呢现在解脱以后什么都没有啊，一无所有，那么这样子的话终生都间断了，这就是断见啊，这个就不成立了。 然后最后啊，真正的解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乘佛教啊，中观啊，尤其是这个第三转法轮和密宗啊，是一个观点啊。第三转法轮是和密宗是一个观点。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灭定呢，啊，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观点啊讲这个灭定。那灭定它有这个两个意思啊。灭定的两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啊，灭什么东西灭了？就是烦恼啊。上次我们讲的这个三十种啊，这个根本烦恼和随烦恼啊，这些东西灭了，这些东西灭掉了，这灭就是它间断了，实际上它不存在了啊，毁灭了啊。那这个毁灭就是实际上不存在，这个也叫做灭啊，这也叫做灭定。然后呢，这个烦恼啊，在什么东西上面不存在烦恼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上不存在烦恼呢？就是在如来藏啊，佛心上面啊，不存在这个烦恼啊。那么佛心也叫做这个啊，这个灭定，这个灭敌啊。那主要的这个灭就是佛心啊，如来藏，这是这个灭啊。
真正的灭敌啊，四圣帝的这个灭敌呢啊，主要是啊这个不存在烦恼的也不是不存在幻灭，不存在烦恼的这个毁灭烦恼的这一部分呢，虽然叫灭敌，但是真正的灭还不是灭敌，不是它啊，那是什么？就是啊这个如来藏光明啊，光明的如来藏才是真正的灭。这就是灭啊，最后生下来的也就是如来藏光明啊，最后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烦恼啊，所有的障碍啊，都消失啊，都消失的时候呢，那有没有一个东西的存在呢？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啊，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如来藏光明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光明，它永远都会存在的。它永远都会存在，这叫做这个灭啊，这就是灭。大乘佛法的灭和这个密宗的这个灭定，也就是这个。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啊，曾经讲过。然后这个像这个像第三转法轮当中啊，第三转法轮当中有十个这个经典呢，它是强调这个如来藏啊，还有。二十个或者是十五个经典啊，十五个佛经也有这样子的说法，这里面都在讲这个如来藏啊。那这如来藏实际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啊，可以分层次啊，最外层的啊，最外层的啊，就是这个我们的意识啊。还有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些这个啊，这个从眼耳鼻舌身啊身产生的啊这个眼识耳识啊等啊，这就是这个最外层的。然后呢再进一步的话啊，然后就是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比较深层次的啊，比较深层次的这个精神啊，人的心啊，这个也是心。然后再再深再进入再深层次的话，那就是佛心啊，那就是佛心。如来藏是众生的本心啊，可以这么说，如来藏就是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的本心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的这个眼识耳识和这个意识呢，它根本不是本心啊，它就是一个最外在的啊，最表面的、最粗糙的、最表面的一个这个精神的活动啊，它根本不是一个本性。那要找到一个在轮回当中要找到一个本心的话，那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众生的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的这个本心，凡夫的本心啊。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突破了以后啊，断除了以后呢，然后再生一次的就是这个佛心如来藏，这叫做佛心啊。这个阿赖耶识叫做众生心啊，众生的心啊。佛教里面不会有这样子的名词啊，但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这样子理解，那众生的本心就是如来藏啊，不是。这个阿赖耶识啊，众生的本心，然后呢，佛的本心啊，就是这个光明如来藏啊。那光明如来藏虽然是佛的本心，但是呢，我们证悟了以后呢，有一天啊，我们的所有的家亲啊，全部修好了啊，根基非常的成熟了啊。那一天如果有机会去修大圆满、大手印、大中观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有可能顿悟，有可能顿悟，有可能证悟啊。那证悟的时候呢，就我们就这个突破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啊，然后就看到了佛的这个本性啊，看到了佛心啊。这个时候呢，也叫做见到佛啊，也叫做见到佛啊。见到什么样的佛呢？见到佛的法身啊。我们没有福报见到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的化身啊，也没有这个福报
见到像阿弥陀佛这样子的佛的宝身啊，还有像金刚萨埵这样子的佛的这个宝身，嗯，但是呢，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到佛的法身啊，啊，当然佛的法身就是这个三身当中的这个最尊贵的，就是法身，并不是化身和报身啊，更不是化身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法身。那佛的法身，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得到啊，这个就是这个偶尔啊，就可以见到一下佛的这个啊这个法身啊，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它不会有头有手，不会有颜色，不会有新装啊，它也不是一个神的这个形象啊，神的心识，它也不是一个人的心识，嗯，它是什么？就是光明如来藏。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什么啊？它就是佛的这个法身，嗯，这就是佛的法身。那，嗯，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啊，都有机会啊，但是呢啊，我们珍惜这个机会啊，能大家啊，珍不珍惜这个机会呢？啊，这个就是在要看每一个人自己啊，自己做主啊。如果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好好修心的话，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见到这个佛的法身啊。那这就是这个佛的法身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啊，我们刚刚开始见到的时候呢，还是啊，虽然是叫正悟，但是呢还是很模糊的啊，有些时候啊就看能够看见啊佛的这个法身啊，有些时候呢啊莫名其妙的就看不见啊，很长时间都看不见啊，那有些时候呢又能够这个看得见，那这个要对啊上师的这个心性，对这个佛法，对尤其是像大圆满这样子的，对佛啊，对这个佛法，对窍诀的这个信任啊，还有就是啊，自己的这个这个福报，就是说修家心啊，修家心，嗯，就是要依赖这些方面的这些条件啊，这所有条件具备的时候呢，啊，会看得到这个解脱。这时候呢，我们对解脱就是有一点点概念啊，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知道原来啊佛心就是这样子啊会有的。还没有到这个时之前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知道。这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先天性的生病的这个人啊，他吃了药啊，吃了药虽然是没有啊完全这个啊这个病治好，但是呢他有一两天啊这个有一点点啊这个健康啊，这个时候呢他就感觉到哦，原来健康就是这样子的啊，他就感觉到啊，他还没有到这个时候，这个之前呢健康的感受是什么样子，这个没有办法说啊，健康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感受过，但是呢用要语言来说出来的话，什么叫做这个健康呢这个是个人的这个体会，要去体会，连这个要一个准确的语言表达都很难的啊，很难的。但是呢他自己感觉到了以后呢，他就知道哦，原来健康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人就尝到这个甜头啊，这个时候就对这个修心呢有更加的啊这个信心了啊，更加的信心。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之前呢，这个光明如来藏啊，只能说无如来藏光明空心佛心啊，就是这些词汇啊，但是这些词汇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神啊，我们自己去体会，还没有证悟之前啊，这个语言也很难表达啊。但这个时候呢，证悟的时候，然后立即就啊知道啊是什么样的叫做这个如来藏，这时候就知道啊，大圆满的证悟者啊，大圆满的证悟的人啊。他对这个佛的啊，对这个佛的境界啊，有一点点啊，这个感觉感受啊，也就是说有一点点概念啊，可以这么说啊。在这个之前呢啊，我们自己没有证悟之前呢，我们怎么样讲都讲不出来这个佛的啊
佛的这种境界，而根本就感觉不到什么样的，到底什么样子这个佛的境界，什么样的我们自己啊、没有、感觉不到、但是呢，自从大圆满的真悟的时候，从此以后我们也就知道啊，稍稍知道这个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子，从此以后我们也知道了啊，光明是什么啊，空心是什么啊，如来藏是什么啊，永恒是什么啊，世在是什么啊，然后就是这个净乐畅我这四个字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啊，稍稍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啊，这个这个时候呢有一点点理解啊，还没有到这之前呢啊，只是说说而已啊，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连一点点概念都没有，但是这个没问题，只要我们去努力的话啊，这个有可能啊，很快就会成悟，这一生当中呢肯定是可以的，如果自己努力的话，有生之年肯定是有这个机会，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啊。那从此以后啊，就看到了这个解脱啊，就离解脱啊近距离啊，还不是零距离，但是呢近距离的看到解脱了啊，然后从此以后呢就知道什么是解脱啊，然后就有更加的信心啊，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会变得更精进啊。现在我们为什么修心没有动力啊，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还没有真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解脱呢啊，虽然听过很多次，当然根本就不知道啊是什么样的叫做这个解脱啊，能不能得解脱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动力啊。如果有一天真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加倍的这个努力的啊，在这个之前呢需要大家要这个用功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心的本心就是解脱啊，灭定。那这个灭定呢，我们前几天讲过了，这灭定啊它也有这个四个这个特点啊，灭定它有四个特点啊，这跟我们每一个这个四圣谛都有自己的四个特点啊，那灭定也有四个特点，灭定的四个特点灭尽妙离啊，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它的这个四个这个特点啊。首先这个灭啊，灭是什么呢首先灭是这个在这个如来藏的本质上啊，如来藏的这个本质上啊，从它的本质的角度来讲，本身就是没有烦恼啊，从来都没有烦恼过啊，从来都没有烦恼过啊，永远都是没有烦恼，未来也不会有烦恼啊，是这样子。这叫做本身呢、这叫做本质本心的清净啊，这叫做本心清净。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呢，现在就多了一个另外的一种清净，这两个叫做双重的清净啊，这跟我们曾经也讲过双重的清净，它本心清净啊，然后呢本心清净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离烦恼的清净啊，断除烦恼的清净啊，它本身就是清净的。但是我们看不见啊，那现在呢烦恼断除了以后呢又是一个清净啊，这就是双重的这个清净。这时候啊，在这个如来藏光明的本质上啊，断除了这个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这个烦恼啊，这叫做灭啊，这叫做灭，断除了烦恼，这就是灭啊。断除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这跟我们就在这个最后一个，就在这个道生敌啊这个当中讲啊，这时候呢灭敌是灭这个灭敌灭敌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是没有烦恼，它是没有烦恼的啊，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三十种烦恼啊，以及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烦恼啊，还有呢除了烦恼以外还有忧漏的这个无忌的这个念头，还有善的念头啊，这些都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呢这些都已经不存，为什么不存，因为他们的这个最根本的来源就是
无明啊。那无明被推翻了以后呢，在这个建立在无明的这个基础上的所有的这些啊，所有的这些善恶的这个念头也都啊，也都这个瓦解了啊。这个时候呢，所有都不存在了啊，是一个双重的这个清净，所以叫做灭啊，这就是灭烦恼啊，断除了，断除烦恼了啊，这叫做这个灭。嗯，那这个断除的方法呢，我们曾经也讲过，从小乘佛教的角度讲，他们认为啊，这个烦恼啊都是实有的，烦恼也是实有的啊，然后呢，用一个实有的物质把烦恼推翻完了以后啊，推翻是以这个智慧，无我的智慧推翻的，推翻完了以后啊，用一个实有的物质把它挡住，不让它再产生啊啊，这两个都是啊，两个都是这个实有的啊，它的这个断除烦恼的方法是这样的。嗯，然后大乘佛法我们曾经讲过了啊，只要有菩提心啊，然后就是有证悟空性的智慧的话，那就烦恼就可以转化啊，烦恼就可以转化为道啊，可以转化，这是小乘佛教。嗯，然后密宗啊，还有就是这个三转法轮啊的这个观点呢，那第一个，它不是一个实有的物质来这个挡住实有的烦恼啊，也不是啊这个菩提心和这个真无空性的智慧去转换啊，那是什么呢？当我们没有真无的时候，它是烦恼啊，它是也啊，它是有漏不清净的啊，但是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真无，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没有真无，所以我们自己的幻觉啊，那证悟了以后呢，实际上是没有烦恼的啊，实际上没有烦恼，就像我们啊到了这个八地的时候呢啊，没有一个不清净的世界，原来我们一直都看到的是不清净的世界啊，但是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不清净的世界，这个世界啊就变成了清净的啊，那么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八地菩萨看到的，这个是准确还是这个过去的这个是准确呢？它的本质是这两个当中那一个，那当然是八地菩萨看到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清净的啊，不是不清净。嗯，同样的，这个烦恼啊，证悟的人对证悟的人来说啊，对一个证悟的人来说，烦恼啊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也就是说，烦恼就是佛的智慧啊，烦恼就是佛的智慧，众生的这个念头，各种各样的念头，众生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实际上啊就是佛的这个啊佛的智慧，证悟了以后才是这样子，在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这样子啊，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取舍啊，该有的啊，该取的取，该舍的舍，因果趋势一定要啊，这个谨慎啊。这个时候呢，这些这个烦恼即是菩提呀、啊，这些在我们这个阶段是用不上的啊，用不上的。我们这个阶段呢，烦恼就是烦恼，烦恼不是菩提啊，菩提也不是烦恼。我们的阶段啊，这个。就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然后烦恼即是菩提啊，菩提也就是烦恼啊，烦恼的本质，并不是说菩提变成烦恼，烦恼跟菩提是无二无别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嗯，那最后呢，无论是啊这个转换也好啊，无论是这个断除也好，无论是这个认识到烦恼的本质，证悟觉这个证悟了烦恼的本质也好，反正最后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现在普通人的这个心理所产生的这个以贪嗔痴啊为代表的这些烦恼，这时候呢是不存在的。嗯，这个时候不存在，所以叫做灭啊，所以叫做灭啊，这是第一啊，双重的清净啊。然后净啊，净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痛苦啊，痛苦不存在。所有的痛苦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如来藏光明啊上面呢，
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无因无踪，所有的这个六道轮回的当中的这个苦苦变苦行苦，这所有的痛苦在这个本质上已经不存在了，本质上本来就不存在然后现在呢通过修心通过修心再一次得这个现象也就不存在了现象也不存在所以叫做净这个灭和净呢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个灭定这个灭定上面不存在苦敌不存在这个寂敌所以叫做灭和净不清净苦敌叫做这个净不存在这个极地叫做灭有些时候呢不存在这个苦地叫灭倒过来的都有这个不矛盾的都可以的反正就是这个在如来藏光明之上没有这个众生的五蕴，没有这个六道轮回还有就是没有六道轮回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就是灭和净灭和净是这样子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就是妙妙是什么呢灭和净是从这个否定的这个角度讲否定的角度讲就是没有苦敌没有基地这样的这个否定的角度然后呢从这个也就是从破的角度讲然后这个妙呢从理的角度理或者是肯定的角度讲那妙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来藏因为这光明如来藏它没有痛苦所以它是这个快乐所以它是快乐的因为它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所以它是清净的清净的因为它是清净和快乐所以它是妙这样子的意思但是这个快乐呢不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痛苦快乐的这种感受的这个快乐这种感受呢已经早就不存在了这个感受这跟我们凡夫人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五种感官跟外界的东西接触所产生的痛苦呢异地的时候就已经不存在了痛苦异地菩萨就已经不存在那快乐呢虽然不是异地就不存在但是呢后来成佛的时候就更加就不存在了八地的时候都开始已经不存在所以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呢这个灭定是最究竟的境界在这个最究竟的境界上就这个我们的痛苦和快乐这些感受呢本来就不存在那不是这个快乐但是什么叫做快乐呢为什么叫做快乐那难道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快乐呢也不是这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包括辛苦这样子非常细微的这个痛苦还有就是这个痛苦的这个因和果都已经是无因无踪了都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个叫做幸福不是幸福快乐所以叫做快乐实际上呢这个不是一种感受如果是一种感受的话那就是无常没有一个感受是永恒的那就是变成无常的所以这个不是一种感受表达的时候呢虽然是在讲快乐但是呢它不是快乐就是像宝行论当中讲的说这个如来藏的四种特点就是这个快乐清净自我还有就是常住这四个那平时这四个呢我们经常就是推翻的这个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快乐的没有一个自我的没有一个永恒的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我们不就是经常在这个去这个去推翻去批去这个驳斥这些吗
那为什么现在又说起来，又建立一个这样的观点呢？这个我们讲过了啊，过去这个讲这个法界展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那这个里面这是不矛盾的，实际上都是不矛盾。我们现在我们世间的世俗的啊这些这个快乐啊和不快乐痛苦都不存在啊，但是呢它也叫快乐。这个为什么？这是一种特殊的快乐啊，因为没有任何痛苦，所以叫做快乐啊。然后这个也叫做我，那为什么是我呢？它不是我们凡夫人所执着的这个我，它不是这个我，但是呢它没有任何这个我和不我这样子的这个执着它是永恒存在的一个光明，所以它可以应该叫做我。我们的这个五蕴呢是变化无常，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这个不值得叫不应该叫做我啊。那如果要取一个我的这个名字的话，那这个我的这个词汇可以用在这个如来藏上面呢比较恰当啊。我们的五蕴上面呢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不存在一个没有一个存在的东西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它不是真实的这个感受啊。同样的密宗的同样的密宗的这个虚部里面呢也讲比如说大乐金刚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生乐金刚它也是一种本尊它也是一种这个修法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生乐金刚的这个这个也乐也是一样的这所有的这些用快乐用这样子的名词汇来表达的这些都最终都不是一种感受就是因为没有痛苦，因为没有变化没有无常，已经远离了无常，所以叫做这个快乐。清净就是双重的清净快乐，所以叫做妙这就是如来藏的功德这所以叫做妙。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离离。利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如来藏在如来藏的这个本质上已经这个远离所有的这个烦恼了那从此以后呢这些烦恼就是这个永恒的这个离开了它再也不会产生它再也不会成永久的断除了彻底的这个断除了从此以后这些烦恼再也不会产生的这些烦恼再也不会产生所以叫做离所以叫做离那为什么这个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这个轮回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佛与众生谁都没有产生的时候的这个状态这个最原始的这个状态跟我们最后的这个回归的最后有回归的这个自然的这个面目本心实际上它是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一体他们是一体那我们还这个过去呢在光明当中光明当中产生细微的这个意识的震动然后就是称为产生光密宗的虚部里面就这样子讲然后产生光然后对光产生执着然后就是形成了这个意识我执然后再形成了这个世界那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一个轮回出现了产生了一个轮回那我们最终回归也就是要回归在这个最原始的这个点就是在原始的这个点上面最开始的起点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终点那么这个两个呢就本质上是没有差别那过去是这样子产生了轮回现在不为什么不产生轮回呢那这样子就学了很长时间最后成佛了会不会再产生这个烦恼呢这个是
不会的啊，为什么？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就这个例子是这个意思，不会的啊。为什么不会呢？过去啊，过去这个过去的这个本质啊，这个原始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如来藏的本质和最后的这个本质，虽然是从它的本质上来讲啊，没有任何的差别啊，没有任何的差别，没有任何区别，嗯，但是呢。有一个不一样呢，过去啊一直都有一个啊，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可能性啊，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呢？产生啊产生意识的这个可能性是一直都是存在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了啊。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过去呢，他没有通过这个修心啊，没有通过修心，所以这个可能性啊，随时都有可能产生最细微、最细微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波动啊、震动啊，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没有通过修心啊。那现在呢，虽然是本质上没有差别，但是啊，就是修了这么长时间。证悟了啊，现在是双重的这个清净，原来是不是双重的清净啊？原来是一个单一的这个清净啊，这是一个本性的清净，它没有这个利益烦恼的清净，现在是双重的清净，所以这个再次出现啊，再次出现这个烦恼的这个可能性啊，已经是。这个不存在了，已经断除了啊，已经断除了，所以从本质上就断绝了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啊，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啊，再也不会出现这个烦恼啊，所以叫做离啊，灭尽啊，这个妙离这四个字就是将啊，这个将这个解脱。但是这个解脱啊，不像讲这个身啊、造物主啊这样子的神秘啊，这个一点都不神秘啊。当然，没有证悟的人来说，根本没有证悟的人来说，这个还是啊很深奥的啊，很深奥的啊。但是呢，证悟的人来说啊，证悟的人来说啊，他自己可以啊体会到啊，体会到这个。灭尽妙离这四个啊，这四个字所表达的啊，所表达的这个内容可以体会得到啊。他虽然不是啊，比如说刚刚开始证悟大圆满的人啊，他虽然不是啊，他虽然不是佛啊。不是佛，所以他不会有这个最彻底、最究竟的这个灭尽妙啊。不会有的，但是呢，他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啊，他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当中呢，也有一个类似于这个佛的境界上的这个灭尽妙离都有啊，都有。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在大坐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啊，他可以感受到。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啊，是什么呢？就是心静下来的时候，在阿赖耶识上面呢，也会出现一些类似的东西啊，类似的东西。这是非常有经验的修行的经验的人才能够分得清楚，它的本质是很像的，但是呢，他们的结果后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从表面上看啊，这个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很多。根本就没有开悟的人，也就自己以为开悟了，那也给别人说我已经证悟了呀，开悟了，他也会这样。其实他不是撒谎，他以为他开悟了，但是其实不是开悟，就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的时候，就有一个当地，就是有一个所有的人非常崇拜的一个长老啊，有一个长老，他因为自己成佛，这个不是成佛，他以为已经证阿罗汉了，他以为自己已经证阿罗汉了啊，就是佛在他的面前呢啊，实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神通啊，他就觉得哎，这个人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呢，我也是阿罗汉呢，就是一样的啊。
没有，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和佛后来就是佛告诉他，其实你这个根本不是阿罗汉，你只是一个禅定的状态而已，根本还不是阿罗汉啊。那我们的修行呢，念禅定都不一定是啊，念禅定都不一定要达到这个十禅八定的话，那这个境界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只是静下来的时候呢，心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上面什么东西啊，所以它是灭，我觉得啊。然后呢，这个上面呢也没有看到什么烦恼啊，就是心静下来了，没有贪嗔痴啊，没有发现烦恼啊，所以就是静啊。心静下来的时候呢，我没有明显的什么痛苦不开心呢，所以就是灭啊。然后呢，我心静下来的时候就是很清新的啊，然后就是很清楚的啊，很透明的啊。就是不像像这个昏沉的时候一样昏昏沉沉的啊，也不像像这个掉具的时候一样，就是心一直都是很散乱，也不是这样子，它也能够保持一个很清净的状态，所以这个应该是妙啊，是妙啊。然后至少在这个烦恼，我就是在不离开这个境界的话，这个时候也没有发现什么烦恼产生，所以就是利啊，所以我已经证悟了啊，就是有这样子的错这个误区啊，所以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修加行的人啊，然后就是这些各方面的条件不具备的话，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的啊，条件所有条件都具备的话，那其实这个证悟啊也不是一个很难的啊，这个因为条件具备了就不难啊，并不是它本身不难，本身很难啊，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条件都成熟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本身它这个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啊，但是呢它的所有的这些客观的因素全部成熟的时候呢办这个事情也不难，很容易啊，一样的道理，这个是这个自己要去证悟要去证悟那证悟了以后呢，就要去我们要去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就像考试一样，就跟上师讲讲自己的这些感受然后去认定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境界有些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领袖大圆满的上师呢让他们来让比如说有人来了，给他这个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供正法供养正法教法和正法，比如说你们大家都背诵或者是讲经这样子的话，这叫做供养教法这叫做供养教法供养正法是什么呢？供养正法就是给上师讲我的真悟的境界这个叫做供养正法一方面是一个供养，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让上师确定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开悟的境界这时候呢有些人呢他自己也打坐，让这个弟子也让他们打坐什么也不说，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去确定他的证悟，这个就像当年呢达摩祖师他就准备回西天的时候呢就他就是让这些弟子就过来给他讲他们的这个境界，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就到大目住持的前面去，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站了一会儿然后走，然后最后就是大目住持说他就是得到了，你就得到了我的骨髓骨髓就是正最最但是这个是这样子什么都不说，不通过语言能够确定对方的这种境界的人，这个人肯定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其他人一般的人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这样的模仿我觉得可能会很多人会失败的还是要通过语言，还是要通过语言讲还是要通过语言去描述虽然是很难描述很难描述，它本身就是不可思不可言的东西，去描述很难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根本没有办法表达的，还是可以表达的如果他稍稍有一点点这个感觉的话，那本身是比如说上师他本身自己是修心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话，他知道这个人说的是对了对和错虽然是这个语言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但是呢他知道这种感受是至少是一个对这个修心有关系的对这个
金界空性的金界跟大圆满的金界有关系，还是比较接近的感受，这个是能够这个听得出来的啊，所以就是要这样子才知道最后的这个啊境界。平时说啊，说自己是开悟的呀，说自己有神通的呀，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些都是不能听啊。开悟真正开悟的人，他不会说我开悟了啊。真正有神通的人呢，也不一定去这个宣传自己的这个神通啊，都是这样子。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别人说这个开悟了，那也不一定开悟了，也要谨慎一点。要为什么要谨慎呢？如果有人说我开悟了，我教你怎么，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走错的话，那也是很麻烦，要谨慎一点。这个也不是说别人没有开悟，但是要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好啊。那自己的这个境界也要谨慎一点，为什么呢？根本就不是真悟，但是我以为自己真悟了，那这样子耽误好长时间呢，走错路了。那也不行啊，所以就是有一点点稍稍有点感觉的时候呢啊，还是要去这个确定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见到了这个，就像我们藏传佛教就人顶活佛一样，去就人顶这个是不是见到发心的，是不是见到发生了啊，还是要去这个确定，最后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心的本性啊，我们的心的本性也有这四个啊，灭尽妙离啊，都有类似的啊，相似的都有但是它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佛的境界，和当然是了，这个本质是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这时候这是一个修行上，我们最后的这修行的时候呢，要过很多的关啊。但是如果真正对这个啊，对法非常有信心的人啊，对这个传承的上师非常有信心的人，就是包括莲花生大师啊，还有我们的根本上师，这一就一致这一代一代的上师，对大圆满非常有信心的人呢啊，那虽然要过很多的关，但是这些关也就很快啊，就是很快也就会过这些关啊，一下子的证悟也有啊，也有的，所以大家努力啊，这个证悟不证悟，这个不是要靠外缘，就是要靠自己啊，靠自己，最后的时候呢，谁都没有办法了，就是全部都要靠自己了啊。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不懂的东西啊，上师给我们讲一讲啊，然后我们一些一些修行的，比如说修家心啊这些呢啊，上师给我们就开始一下，这个都可以的啊。那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要看自己了，这个谁的预言都没有办法表达啊，这个最后的时候要去证悟啊，这叫做灭定啊，这个叫做灭定啊。那我们发现有一个这样子的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新的本性啊，可以去这个证悟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啊啊，这个有钱没有钱都没关系，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就可以了啊，这个怎么样都没问题了，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可以去追求的话，那我这一生都已经是非常非常满足了啊，非常的满足了，其他的都可以了，就怎么样都没问题了啊，有钱也可以，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不是不需要刻意的去当穷人啊，没有钱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温饱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啊，生活的这些基本的条件没有，那当然不行的。但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也不一定要当一个很有钱的人啊，只要有机会追求一个这样子的啊，我有机会追求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啊，那就是完全足够了，我就不追求什么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有啊也不拒绝啊，没有也就没关系啊，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就可以了啊。很多修行人都是这样子啊，弥勒热巴这样子的这个人，他为什么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条件
啊这么艰苦的地方，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他为什么那么高高兴兴的能够待下去呢？他也是人呢、啊，啊，他的身体也是人的身体，也是有血有肉的身体，并不是金刚战士做的啊，也是身体，但是他已经啊倡导了这个天头啊。他已经发现了有非常好的东西可以追求了，所以他就其他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不作为了。那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啊，只看到金钱等等啊，然后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追求到了啊，想追求的东西都追求到啊，然后这些东西当中呢，有没有啊得到这个啊？所要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啊，有了以后呢，然后啊就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不感兴趣了啊，这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然后就有些人就想不想活了，有些人呢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所以就焦虑呀、啊、然后就是最后呢啊这个抑郁症呢，不想死也得要死呀啊，有些人呢不想活就是这样子啊，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啊这个追求，那又这样子追求多好啊，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啊这个用21世纪高科技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啊，这些东西来服务自己啊，用一个比较优雅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追求一个这么高的境界，那这样子就不就更好吗啊，所以就是不要以为这个有钱就什么都不需要了啊，什么都不需要学了啊，我已经很有钱了，我为什么还要学呢啊，就千万不能说这样子的话啊，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尝到任何的甜头，根本就不知道山外有山啊，这样子的人才会说这些话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旦发现啊，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存在的时候呢，从此以后就对其他的东西呢不能说从此以后根本没有兴趣，但是呢从此以后呢这东西都可有可无的啊，只要能够生存就可以，没问题，就不追求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修心啊，就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啊，但是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过一些比较艰难的啊这个关啊，这个是我们修家性的阶段啊，修家性的阶段培养啊对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信心，培养对这个佛法大圆满的这个信心啊，还有这个修家性呢也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这个功课啊，这个就是比较枯燥的功课，因为有些人很多人也就有半途而废啊，然后有些人家性一直都修不下去，这是也是这个原因啊，那这个比较枯燥的这个阶段啊，它过了以后呢，然后一旦发现这些这个境界的时候呢，然后就更有动力啊，这个叫做这个灭谛啊，那这个灭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不像讲很神秘的这个神一样啊，这个并不神秘啊，这个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我们这些条件具备的话都可以这个啊发现的，这个是一定要去追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只要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去希求这样子的啊这个解脱啊，就是为下一世或者是以后的路啊就要铺路铺垫啊，这一生当中虽然是没有修到很高的境界，但是呢还是需要有一个开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这个啊叫做这个光明啊，光明如来藏，我们以后死的时候啊，在中阴身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啊，这个灭尽妙离，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得见的啊，这个时候中阴身的时候呢，我们真正去啊这个见到这个法身啊，佛的法身，这个时候会见得到的，但是可惜啊，就是我们恐怕这个时候认不出来啊，这个是为什么认不出来，这个必须要有足够的啊这个证悟的境界，就是一定要在还没有死之前呢，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啊有
足够的这个警戒，就是说我们现在静下来的时候呢，政府啊，随时随地或者是啊，每过一段时间啊，能够感觉到这个啊灭尽啊苗离啊，如果达到这样子的话，那就是知道什么是灭尽苗离，知道什么是心的本性，那这种人啊，在中阴身的时候呢，也就啊。一旦发现的时候，立即就认识到这个是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心的本性光明啊，那个时候呢，他一定会进入这个当中啊，就是人死的时候呢，修大圆满的这人的耳边就说两句话啊，就说两句话，不需要说太多的话。第一个就是你马上就要会看见啊，看见这个发生心的本性啊，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就是第一句话啊，第二句话，你认识到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找，一定要稳住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按住在这当中，不要出来啊。这第二句话啊，这里面呢，中阴身的所有的这些窍诀都包含了啊。然后他就按着这个人，就是我们过去讲了这个阴法力啊，人死的时候，他要死了。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人在告诉他这些窍诀，他非常的精神，他非常的这个啊注意的。这个时候呢，他一旦看见啊，这个时候呢，他立即就会知道这个是心的本性，然后按住在这当中就不出来。不出来了以后呢，他的肉体就会缩小的啊。不出来的时候啊，如果出去了这个身世，离开了身体，那就肉体是不会缩小的，没有办法缩小的啊。他人表面上死了，但是呢，实际上他没有死，实际上他是一个深度的禅定啊，深度的禅定啊，就在一个深度的禅定当中，所以他的肉体一直都会缩小的啊。所以修大圆满的人，在藏传佛教里面，一般都是用七天左右的时候，然后呢。或者是他的上师，如果上师在是最好了，如果上师不在呢，那就是道友，或者是如果道友都不在，那就弟子也可以的，那就是对大圆满比较熟悉的人，然后就去听啊，然后就给他念啊这个大圆满的一些这个经界，然后呢念一些这个像法这个。像这个法界展啊这样子的这个大圆满的，不是我们这个龙树菩萨法界展啊，法界包苦啊，就讲这样子的，念这样子的，或者是其他的大圆满都可以的，有很多。念了以后呢，然后就以这个声音啊，然后他从这个深度的这个禅定当中会出走的，然后呢身体跟这个。精神就分开了，从此以后这个实体身体就是变成实体了啊，从此以后身体就不会缩小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到了这个灭尽苗离啊，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啊，就是要这一生当中要证悟啊，这一生当中没有证悟的话，那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重要啊，大家要这个努力啊，这是大圆满的这个境界，也是大圆满的境界。然后最后成佛的时候也是这个啊，然后在这个还没有成佛之前，中阴身的时候看到的，还有我们啊，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大作的时候啊，证悟的时候所发现的。也是这个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明心啊就是智慧，证悟空性的智慧，见性啊，性就是本性啊，也是这个的本性上面呢，就是有这些功德啊，那这也叫做这个灭定啊，这是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时节、宇宙啊，还有这个六道轮回的。本性，这个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本性本质啊，最后呢我们所有人都要回归就回归到这个这个境界当中，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境界当中出来的啊，但是出来的方式不对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就迷了啊，一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个五明啊迷了啊，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就当我们跟法界
一分开的时候啊，跟发结合一分开的时候就啊，就是变成了这个我执了啊，这个变成我执了。普贤王如来这样子的这个先天性的立根的众生啊，立根不叫众生，立根的啊，他跟这个发结一分开的瞬间啊，就证悟了，证悟了立即就成佛了，这个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尊佛啊。那我们啊，就是不是这样子了，就一分开的时候，这就我们就迷了啊，有五明了啊。但是再怎么样也好，我们还是从这个光明当中啊，光明当中这个这个走出来的啊，走出来的。那最后呢，也要回到这个光明当中，也要走进去啊。要走到这个光明当，这叫做成佛。但是这个时候呢啊，佛他有他的智慧，有神通啊，有神通，有度化众生的这种功德啊。任何一个人祈祷佛的时候啊，那就是佛是没有一种杂念，没有一种分别念啊，以分别念啊取佛取这个度谁啊，没有这样子的，就因为谁在祈祷我，我要去度他，没有这种啊分别念。但是呢啊，这个时候佛是长时间的这个修心，还要在这个学道的时候的这个这个发愿的这个因发理啊，还有就是菩提心的力量啊，谁取这个祈祷佛，谁就啊就得到这个佛的加持啊。这个也不是，并不是佛的有意的有分别念啊，但是呢啊，因为这个佛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功德啊，所以所有的佛的功德，也就是在这个啊这个当中会显现的。那这个当中还有佛的这些发身啊，佛发身的所有的这些功德，佛的发身当中的所有的功德，还有报身的这个所有的功德啊，都是具备的啊。一般的仙宗呢，就在讲啊，这个佛的功德是啊，以这个慧智两道和这个福智两道啊产生的，慧智两道去修啊佛的这个发身的功德啊，福智两道去修这个佛的啊这个报身和化身的这个功德啊，包括这个龙树菩萨的有些论点里面都是这样子讲，这是一般的这个大乘佛法的显宗的观点。但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这个所有的佛的啊，佛的这所有的这些功德，尤其是佛的化身的功德和报身的功德，都是在这个如来藏啊它的本体上啊都具备的啊，都是具备的，不需要去啊修，不需要去创造啊，都是具备的。只要这个我们的烦恼这些障碍啊就断除了以后呢啊，它就能够啊，只要能够显现出来就可以了，这上面一切都具备了。一切都具备，所以就经常讲啊，我们终身即是佛啊，实际上就是没有错的。那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这个密宗的观点啊，也是这个三转法论的观点。但是呢，这个讲的最透彻啊，最清楚啊，而且这个方法就是直指人心的这种方法，包括这种方法啊，那这是只有在密法里面有，密宗里面有。如果没有密宗的话，那就是这些都是还是很模糊的啊，还是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我们的心的本性。怎么样是啊佛的智慧啊？我们怎么样去认定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个啊佛的这个智慧，佛的发身啊？我们怎么样一个凡夫人去见啊佛的这个啊发身啊？还是很模糊的啊，还是没有这个方法的。但是只要有了密法以后呢，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啊，让我们去这个证悟啊。那这叫做这个灭定。灭定啊，是这个报心论啊，还有这个法界赞，还有很多啊，这个佛经也在讲啊。然后密宗里面呢，没有一个密宗是不讲这个的啊。讲的最清楚的是一般的密宗里面呢，讲的最清楚的是十轮金刚啊。十轮金刚在普通的密宗里面呢，十轮金刚讲的是
最清楚了啊。然后呢，大圆满里面这样子是更透彻了，没有一个是讲这个啊，讲这个心的本心，没有一个是超过大圆满的啊，没有一个是超过大圆。整个这个佛法里面呢，从密宗到这个显宗啊，就当中啊，没有一个论，没有一个经啊，是超过大圆满，就包括他的这个。描述他的本心，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方法啊，都是没有一个超过是大圆满。所以我们也最后一定要学大圆满，但是先学，没有修这些加行之前啊，就学了大圆满，也是就是就这些啊，灭啊、净啊、妙啊、利啊，就是这些啊啊，不执着呀、光明呢 啊，就是这些，就不会有修了大圆满没有修加行的人。前几天我们说了啊，没有修加行的，没有修加行条件不具备的人去修大圆满，修了五六年、七八年，什么都没有修出来，还是回来修加行啊。最后就是这样子，就最好不要这样子，先修基础，然后去证悟啊。但是呢，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去修大圆满，一定要去证悟这个。这个如果没有，就很可惜的啊。所以。大家要用功啊，这个是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灭敌啊，灭敌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也是所有佛法的精华啊，所有佛法的精华啊，从般若波罗蜜经啊到最后的大圆满，都在这个表达这个意思啊，就在讲，但是呢。表达的时候呢，他们的方法不一样，有些时候啊，以这个空心啊来描述啊，有些时候呢，以这个光明啊等来这个描述啊，有些时候呢，说一切都是佛的坦诚啊，以这样子的方式去这个表达，就是包括密法里面呢，有些时候呢，用分炉金刚的这些这个方法去表达，有些时候呢，寂静的这个本尊的这个方法去表达，有些时候呢，用大手印这样子的词汇，有些时候就用大圆满这样子的这个词汇，但是呢，从大乘佛教的般若经啊，到这个最后的大圆满之间的所有的啊，大乘佛法的这个显宗、密宗的这些所有的佛法，没有一个是不讲这个的，都在以直接或间接的啊，直接或间接的在讲这个啊，讲这个灭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如果精通了，真正的佛法的精华精通了啊，其他。我们不懂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佛教的这些论和这个经典的观点也没有关系的，精华已经精通了啊，精华已经得到了，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其他的没有也没关系。但是呢，如果啊无不大论还有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的精通啊，唯一的一个就这个不精通的话，那就是没有用了。这个莲花生大师也讲过啊，莲花生大师说，如果不懂这个的话啊，那就是班智达也会迷惑的啊。班智达就是学者呀啊，最了不起的这个佛教的博士后一样的啊，他也就会迷惑的啊。如果这个精通的话啊，这个精通的话，那就是放牧的人啊，放牛的人啊，放牛的放羊的人啊，牧羊人啊也会这个成就的。如果证悟这个的话，那就是牧羊人也会成就的。不精通这个的话，那就是班智达也会迷惑啊。所以。最后啊，这个我们不是啊，这个佛教的知识懂得多不多啊，不是我们的这个经论方面的听得多不多的问题啊，最后不是这个我们佛教的理论懂得多不多，最后就是要看啊这一点啊，这个精通啊，这个对这个有一点点概念啊，就有一点点这个感受，那就更不说了，那就更了不起了啊，那就是非常好了啊，那这方面一点都不懂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其他懂了也没有用，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比如说平时我们烧香拜佛啊，念经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善事啊，唯一就是往这方面不努力的话，
那也是不行的。就是当年啊，这个梁武帝的所有的这些工队啊，包括吃宰呀、啊，什么很多修路布桥，很多这样的一大堆以后呢，就大魔祝师就是一句话否定了，没有功德。然后就全部就否定，皇帝就生气了，所以就他们就说不到一起，就这个大魔祝师也就走了啊，就是这样子。结果如果其他的做得非常的好，文思修心呢，各方面做，唯一一个这个方面不努力的话，那也是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功德呢，在他自己的领域当中啊，比如说像方生啊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就是就一到这个境界啊，就是一到这个灭定这个境界来避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避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啊，都是为了这个本心，都是为了发现这个本心啊。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佛教的精华啊，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精华啊。如果这个真悟了啊，那我们的这个啊，我们就在这一生当中成功了啊。我们在学佛的上面成功了。现在的人就是说有钱就成功，没有钱就不成功。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成功，这个真悟了就成功了啊。那。这个没有证悟的话是不是失败了呢？那也不能完全说是失败了，但是呢这个就是在这有生之年当中啊，没有证悟这个，那就是可以说是半失败了，半失败啊。比如说我们家心修好了啊，菩提心出离心都有非常好，那这样子的话那不能说是失败啊，不能说失败，但是没有证悟这个就可以说是半失败啊。所以这个灭谛是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要努力啊。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学法界赞、包心轮，这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在这个之前是必须要学啊，中观、中轮、入中轮，必须要学，这些都有帮助。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文思，最后我们会证悟的啊。无垢光尊者也说了啊，现在呢是大圆满的啊，大圆满的比较处于这个思维的这个阶段当中，所以思维文思非常重要。他说以后啊，跟着我学的人必须要长时间意志上师啊，一定要修出离心菩提心啊，然后呢度文思才能有机会这个证悟啊，这个证悟这个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啊，那既然这个不成，这个不证悟的话，一切都是没有用，一切都是半失败的话，那我们其他都不学了，就学这四个字啊，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要一步一步的学。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Sonum de Yitam Jazubanya Dome Nipi Jamu Banshi Jirga Nanji Valon Jepa Jibin Zolin Jowa Jowar Sho Om Ahom Banzirangar Pamasadahom Om Ahom Banzirangar PamasadahomOm Aum Bandrungur Bama Sir